而蝶泳呢，对于渔民来讲呢，要求他们要很好的利用打海豚子的技术。而我们看到参加这项比赛的渔民呢，他们大都失去了双臂。志华他的蝶泳水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杨福英游在第一，李红威第二，志华是第三个转身，已经超过了五位选手，这相当不容易了。志华现在是紧紧咬住对手，现在他仍然处在第三位。转身，好，现在进入第三种泳姿蛙泳，现在江飞鹰遥遥领先。志华在关键时刻现在开始发力了。湖北老将江飞鹰仍然保持在第一位，志华显然是加速，他在发力。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，谁取得比赛胜利，谁就将代表中国参加残疾人奥运会。志华仍然处在第三位，前三位选手远远甩在身后。姐姐，你看，志华加油！现在江飞鹰处在第一位，李红梅处在第二，志华列第三。加油！加油！祝贺你啊！哎，祝贺祝贺！